会霸查米，我是阿翔。对，那翔哥应该大家对他比较没有那么意外，他算是我们钓鱼霸的，算是我们导师的部分。这次翔哥的话，他知道我要跑城市钓客的部分，他有特别介绍一个点，也算是新手点就对了。对，新手的观光点，就看到那边就是华中桥。哦，对，就是华中桥。那等一下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就在这边住钓鱼，对对对。那我们扎营也扎这边，做好基地了。嗯，对啊。那今天最主要这边钓海盐、乌鱼、福寿、大头，看这几种，因为这边都有。然后如果可以钓到乌鱼的话，那是更棒。哇，还有乌鱼。对。好，那等一下就让我们来继续喽。OK，Let go go。雪白的福寿鱼，要回去啦。阿福，拜拜吧。哦，沉的，重 ，OK。答案就这个大头。嗯，没错。大头，期待。OK。好，先喝口水。
这里。毛巾，毛巾有吗？有，小心哦。
也是尾巴，难怪聪明。哦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哎呦，可以站上来就要爬起来。第一次钓到大伙是怎么起来？算是70公分。那下次的话再挑战超过70的。听说还有多米级的，还有40斤以上的。下次再来挑战。结尾了，结尾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是都是钓长的。大哥不管，因为大家想念这个地方，那就这样子啦。OK， 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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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哦哦哦哦哦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